美国富比士杂志公布2022年全球富豪排行榜，台湾富豪排行第五名是广达集团创办人林百里，身价59亿美元。第四名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身价69亿美元。第三名是长春集团创办人林书鸿，身价72亿美元。第二名则是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明，身价78亿美元。可以挤下郭台铭的台湾首富到底是谁？他就是神秘鞋王张聪渊，身价高达117亿美元。张聪渊1948年出生，只有专科毕业，却能白手起家，一手打造了鸿福实业集团，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的鞋业集团，包含 Nike、Converse 都是他的客户。一年的营收就超过650亿新台币，并在2020年以华丽实业在中国大陆深圳挂牌上市。